鸭子好追不上毒品的脚步，心情满盈又无畏，这是为了全城的安宁。夜幕笼罩下的战场，毒品贩子都在藏匿，三规侦查全力出击，捍卫着我们的尊严。85非法毒品全数人90，我们坚守在这一个前线。95 100 100，高雄新进展现专业能力，打击毒品罪犯，守护自由下，护自由下。我们坚守在正义的前线，高雄新警局展现专业能力，打击毒品罪犯，守护自由下，护自由下。范闲吴某，从事毒品咖啡包的分装工作，并涉嫌贩卖。本大队左营分局少年队组成专案小组，忍受蚊虫的叮咬，在他交易地点旁边的农田里面埋伏，一举逮捕了主嫌吴某，还有共犯陈某，起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。全案询问后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专案小组发现，这个毒品咖啡包的原料它具有高度的腐蚀性，塑胶汤匙放在瓶中，它不久就会变形染色，对它整个的质量产生很大的变化，哦，可以看得出来原本的跟放在瓶内的有很大的差别，显示它这个毒品咖啡包对人体的伤害极大。大队长殷志豪呼吁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还有压力，要选择正确的方式来疏解，绝不可以触犯法律。警察机关贯彻扫毒的决心，加强查缉，全力打击，还给社会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。